来，请我们的Lisa跟大家打招呼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是Lisa。呜！不够大声，一二三。好，这次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Lisa Haley。 大家好，我是雷小黑迪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小杰吉。杰吉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小松，很开心认识你们。在台湾，很开心，因为你们。这么长，不用翻译，我听得懂，好厉害哦，杰吉好。 这么长三句，好猛啊！好猛，真的好厉害。好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时候，我们早上就先不要让大家卖个关子，因为你要下午的时间有更大家更多的互动的时间。是，没错，早上的时间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 Lisa 刚才你听到的那个 Chocolate Cream 以及下午可以听到的 Party Tonight 都在这个里面。好，而且上面都签名了，所以呢，早上先直接送五片。 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，等一下我们三二一，跟大家练习一下韩文的三二一是三一一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呢，三一一完之后呢，举手大喊Lisa，我们会直接请我们女神往前面，他们靠近你们呢越大声就有可能得到他们的这个注目。然后呢，我们请团员们选一位，然后我们队长选两位，一次选五位上来，各位朋友请先在这个框框先等待啊，然后第一位就去中间，然后拿到 CD 这边，然后拿到这边拍照，然后从这边下去，这样子 OK 吗？ OK 的话，记不记得三二一怎么讲？三一一，好 ，If you're ready， 三一一，雷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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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能不能走下去？你们更大声一点，雷夏，能不能雷夏？雷夏，你播播是喷的，是严重采访记者，上去。他们真的很想选你，可是他已经选过你，已经送过你两张。哦，你已经两张了，对不对？你确定？对不对？哎，他说没关系，跟他表示一下，我们粉丝已经拿过了。他今天这个看板就是感谢他们选他两次而做的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对不对？这个要送给他们，愿意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开你这个下午要再用一次吧，对不对？他下午。是不能只给你吗？可是因为你又来了，所以不给你 CD， 但请你上台再跟他合照，还是给对方？你看，你跟他说他下午要再去一次，他下午想要那个啦，下午给他，对对对，下午给他，下午给他，好害羞的，好可爱哦，好。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啊，等一下啊，三一，大家刚刚的那个声势不太对劲呢。对啊，你们不想要是不是？练习一下好不好？是不想要？我们试试看这边，三一，给我一个雷下雷下雷下好不好？左边的朋友，左边朋友，三一，好，停，可以，停，这练习哦，等一下真的实战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。来，右边的朋友，三一。可以，就是个音量。前面的朋友，三一，雷下雷下雷下，好，就这样子哦。Okay. 好，来，大家准备好，来，三一，雷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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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一位来？哦，被点到的就上来吧，被点到上来，你直接先上来，啊，板子拿上来，对。来，要选好了吗？啊，赶快继续啊！还有一位没有，哪里？谁？对，有吗？很多选好了。来，现在这个框框等，哈，现在框框等，你第一位就先上来了，哈，来，往中间地方站吧，来。
那我们麦克风是帮 Lisa 收一下，要拍照了，来麦克风帮我们收一下哈。好，哎、欸，皮卡丘你又上来了，恭喜恭喜，来来来。他今天不是用皮卡丘。对啊，他名字是皮卡丘啦，他是依稀粉丝啦，他的名字就叫依稀的专属宠物皮卡丘。哦，是。他有自我群里面的嘛，他有刷到一定额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个时候跟大家讲，我有拍，我有在。Chocolate cream， 来下一位，这边位请上。Chocolate cream， Chocolate cream， Chocolate cream， 好耶！好，谢谢，对不起。我也是会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没卖的。哎，其实不一定哦。哎，我觉得我最近，的男性市场有被打开的嫌疑。昨天我收到一件发热衣，心理改变化艾莉，好来 ，OK， 好。皮卡丘，你这哦，真的是，哎呦，真的小心机呢。硬啊，开场要拖太久了，硬啊，全部人都看你自拍，硬的啦。谢谢。哦，也赶快，来下面一位，赶快来。你看站在我这边，姐姐，你去哪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这边请这边。好耶！哦 ，Girls say Hallelujah， Girls say Hallelujah， Hallelujah。OK， 来，哎，拍照的牌子赶快拿上去，自拍可以，帅啊，哎，给这位帅哥一个尖叫声。就对了，干得好！今天有没有人买那个肯德基 KFC 的炸鸡的牌？昨天你有来，有听到我们的雷小他们，我跟你们预告哦，等一下呢，他们下午一点还会再来表演一次。那下午一点更猛了，有粉丝互动的这个时间哦，直接跟你们讲了，不要卖关子。等一下下午的时候会选一位粉丝上来坐在那个地方，雷小给你团团包围住。那我先透露出这个攻略给你们。雷小说他们来台湾。很想吃，很想等等，没关系，他东西在这边，让他从那边下去。他们很想吃台湾的鸡排。那昨天我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不然肯德基也可以。所以呢，下午一点，如果你带着全家餐肯德基的那个鸡块头的话，举手，你有机会。有机会。好。这攻略都给你们，会等一下下午满满的都是垃圾桶，整个那个市况里面全部都是那个。炸鸡的味道，好，高台那边有没有？左边高台上面那里，高台的。今天的这个经纪人又更帅了，又更帅了。戴个帽子。今天烫过头了，厉害了。今天我有整理的。啊，帅怎么讲？正的。好，来我们。摩西帅哟，摩西帅哟，啊，前面，摩西帅哟。他很害羞，快躲到柱子后面。我去收哟。他又躲起来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左边的朋友。就麦克风再上来，请我们的一下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呢，请大家下午一点来看他们最后的一场的这个在台湾的演出，声音清点啊，哈，这个我们的 TSE 好来，最后一场了，最后是乌克兰接球的黑马，马吉巴公园的斯皮达，马吉巴的马克塔，只要给我转发，把这几个就是我的粉丝啊，一到乌克兰接球啊。下午一点呢，将会是我们这个在台湾的最后一次舞台表演。然后因为是最后一次，也希望可以跟更多的粉丝们一起，就在这边开心的进行。所以希望你们下午有空的话，一定要来这边看我们哦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再次热情掌声尖叫，谢谢我们的Lisa。